Hello， 欢迎收看《总是 TV》。我们现在人在花莲的全速赛车场。那今天是我们的 All In 车队的一地训练啊。目前来讲，我们 All In 车队是亚洲最大团的 DD Two 哦，卡丁车队。好，在2021赛季之后啊，我们 All In 车队加入许多新的成员。那我们就带各位来一一认识大家吧。Let's go。赶快帮我们介绍一下欧英的大家族，快点来！我们在经过赛季结束，有些新的成员。嘿，我们三个老板讲一句话。好，三个老板。对，今年拿冠军。然后我们那个文哥队长，队长，今年拿冠军。耶！好，我们欧英车队经理志哥，五年拿冠军。耶！好，我们的公关组，东哥，一定要再多拿几个冠军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介绍我们的教练，Roger， 年底跟张宏瑞，我们要出国比世界杯。好，我们的世界杯国手张宏瑞是我们的瑞教练。瑞，一直拿冠军，一直拿冠军。那我就是康乐鼓掌啦，就不用介绍了。OK， 康乐鼓掌，康乐鼓掌，康乐鼓掌。好。来，我们的顾问，来，郭叔哥，哎，郭叔哥，希望大家都顺顺利利。来，顾问，大哥，身体健康，一年高军，实在了，十八哥，对，好，我们的顾问，三哥，大家身体健康。好，我们的顾问，山东哥，是东岸呀。新成员来跟着一一自我介绍，哎，我叫国伟，大家一起拿冠军，耶！来，好，大家加薪，我要加薪，大家新年快乐！来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伟成，今年、明年、后年够冠军！大家好，我是国廷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大家好，我是小胖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你不胖啊？真选好，真选好！小胖，嘉总，哎，嘉总，哎，大家好，我叫义军，血战到底！这次我们来这个全速赛车场花莲的，那我们来练车算是第二天。那他们场主有说，这边目前来讲 ，DD Two 最快的单圈是40秒1，但是我们欧运车队已经做到了38.8。哪一位选手这么屌？我们国手，台湾的国手张凯文。哇，国手，他是。练车的时候考出来，但现在场地有点湿滑，但是我们张宏瑞也做出了39.1。你刚全力在跟他们战斗哦。有的。你看起来好累哦。好累了，快死了。你说你是406，是406，我单数哎。哈哈。要打档的，单数哎。刚跟地主队跑起来的感觉怎么样？就我们比较敢拼一点啊，地主比较保守，偏保守，偏保守。山东哥刚刚跑多少啊？跑404，404，我也很猛哎。像我们出场在永安，在这边开，因为他这边的弯比较多，然后直线比较少又短，所以开起来会比较累。OK， 再来。左转，分龙线，再两节，那个车子我们自备车全部下去。Bop, bo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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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p
一直被挡，一直被挡，妈的！追不到我们了，还说嘞，耶，说，加五秒，第一道记录了，哎呦，单圈哦，他刚拼一个最速单圈，拼直接破，太好，做到，开心吗？很累，耶，花莲继续血战到底。现在是撞烂是不是？捷探车牌，谁？这下来是谁啊？十八哥的，十八，哇塞 ！All in 聚餐来 ，All in 聚餐，这个啦，对，假啦，假啦，让你回去生龙活虎。真的是蒙拿 game 这口呢。All in 的传统就是这样，叫 All in。那家庭娱乐，那世界银行玩具纸钞，大人的世界。